好，这是第 Olimo 第124周的冠军赛哦，由 Cure 对上 Gumiho 地图来到黑暗圣殿。地图左下角绿色的人类是 Cure。地图刚左下，这地图右下红色的人类是 Gumiho。轮打人啊！哎呦，哇，没打死啊！哇，你的野在这是怎样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真的是左上角。你觉得谁会赢啊？这两个，我怎么觉得今天的 Q 有点强啊？感觉今天的 Q 就是来夺冠的、欸。
最近换 Q 尔上班了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真的觉得 Q 尔今天不错，今天 Q 尔打的真是不错。Q 尔是不是有点强啊？我决定了，我等一下跟 Q 尔视角，用他的世界，用他的视野来看世界。今天洛格没打、啊，洛格没有。斩龙，傻小，辉哥要怎样才可以人数超越斩龙？斩龙是谁啊？Q 我感觉这个今天状况挺好的，刚 Trip 也是被他淘汰的，然后大可也是被他淘汰的，你敢信？明天就是那个啊 ，Classic 打马路，然后 Zs 打 TY， 哇，超好看！明天两组都很好看，可惜不是我播。明天两组都超棒了。然后我是播冠军赛。冠军赛就不好说了，冠军赛有可能变成是 TY 打马路，你知道吗？吓死宝宝了。TPT 要结束没？还有一段时间。哦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个 LINE 不是有时候会有那什么？分享把这个账号分享给你的朋友两位或 三位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送你什么免费动图，什么海贼王还是阿小，干那是骗人的，不要相信。等你分享完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酒店妹的账号。
还是你们的目标是酒店妹的账号？哇，拜！鬼死！看张太炎讲，日本也很多头像会突然变成一个暴乳的妹子，然后自拍照。所以张太郎平常都是在去加那个那什么贴图分享啊，就一直到处加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降下来，飞起来，再降下来。啊，等他的话，等播完比赛吧。正常来说，十一点应该是播完，现在看起来还不知道多久。
哦，这不能投吧，太危险了。走 哦，拜拜。渡鸦两只，
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不对不对，他是顾明浩，冲动冲动，顾明浩冲动一下，上了顾明浩，这时候你不上你怎么赢？快点 ，A 过去。对对对对，快上上上。哦，可以，顾明浩这一波可以，来来来，全部冲光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个渡鸦的炸弹有没有看到？太神了吧！很好很好。好，四矿这边被打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一切都在 Q 的掌握之中。顾明浩刚那个冲阵子实在太漂亮了。好，杀了一矿龙哦，实际上是两个矿，两矿的龙都被杀。好，再走，哇，真的是完美的应对，打掉这个矿，哇，完美的应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古米猴剩下43龙，而且掉了一个矿，像是三矿打五矿啊！哇，这边再做一个空投，地毯式空投可以吃掉坦克，哇，大局一定了，各位。我觉得还有的打，这个看这海渡鸦怎么回事啊？哇，早就该换家，你知道吗？打从一开就该换家了，好不好？别僵持了，换家才是解决游戏的根本之道。
2-0。本番我不知道什么是本番欸。好，2-0。好，地图来到是强生工厂，左上角是 Q， 右下角是 Gumiho。侏罗纪哦，我已经买啦、啊，我已经装好了，只是还没有开始玩。原来是主线剧情啊。
啊，你们如果我玩那个，你们会想要看我玩戳戳的玩法，还是专业的玩法？哎，可是我怎么玩都很专业，当我没问好。一个送，完蛋了！我怎么看到？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吃不掉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看都要，我看怎么看这场 Q 的都要输了。经济落后，兵力也落后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人打人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了。
我想我等一下播完以后会打自由之翼的剧情，然后明天有可能会，明天有可能会玩一下侏罗纪，白天的时候。Jeff 56781，感谢3.79美。洞内看比赛，谢谢感谢。洞 TBT 嘛，到了比较中后期后，坦克护驾，对，你要打破僵局就是靠这解放者，靠这解放者去架对方的坦克，他就只能退了。哇 ，Q 我这一波。哦，哇，强烧珠宝，我烧了。可是他用那么多的，他用那么多的火车来换这一个珠宝，我觉得孤明侯是在给 Q 的机会啊。他用那么多的火车换这珠宝干嘛？
哎呦！这边在打太忙了，没时间去逛那边。结束了，2-1。
又得到再砍一把 TVT 的机会。一比二。哇，吃两只死神，看来我们有第四场可以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对，第五场可以看了。
进去睡觉了啊。为什么跟随镜头？有、哎，不行不行，他没有空优啦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无损去炸对方的那个坦克。你看他这样看一下，对，除非他现在做一件事情，他把他坦克全部收起来，然后发了病似的往前冲。哦，这个想要来偷吃，顾明要来偷吃。还没啊，我们要对 Q 2有信心，好吗？他是他经济，算了，我看他是没什么救。最低伤害哦，85吧？不对，80吧？我看一下，
这一场有解放者吧？哇，这还打不赢！哇，正面家里都爆炸了。杀经济，这太折磨人了，啊！
好，我很认真的在考虑一件事情。如果这个比赛一直都是 TBT 的话，我还要继续播吗？太血尿了吧！6月8号，今天几号？靠，这个预饭团不能吃了，对？他说制造日期6月8号。算了，不要吃好了。朱浩记好，明天下午玩。好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2-2 ，Q 对上顾明侯，地图来到是红移，地图左上角红色 ，Q 左下角蓝色的人类顾明侯。闹晒东西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这不对哦。你知道在那个东南亚，不知道哪一国家，他们有一种食物，那个名字我也忘记叫什么。他们的那个做法是这样，就是，譬如说今天那个新海奥斯卡，他去肯德基吃炸鸡，吃一次对不对？不是会有一些剩下的那个鸡骨头吗？上面还有一些肉。他不是把它倒掉吗？然后就会有那个拾荒仔就会去那个去垃圾桶去把那个骨头翻出来，还有一些碎肉翻出来，对，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呢，他们就会回去把那个肉切下来，然后去骨之后剩下肉嘛，对，然后再把那些肉重新炸过。高温杀菌炸过以后，然后再把它卖出来，然后卖出去，然后这是有一他们有把这道菜弄成叫做一个什么名字忘记叫什么，然后一袋大概卖20块台币而已吧，就是对于那个平民户来说，这个算是很高级的东西，就是你可以花不用很贵的钱，但你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他们都觉得很棒。
不能说他们啦，应该说被访问的人说很棒啦，那有可能他只是一个新闻。好，这边 Q 的是两死神一火车，那孤明火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孤明火这边是出道哦，也是两死神，可是他是两兵营，所以他死神可能更多。这边是出了不止两死神，这边是出到四个神哦。孤明火要赶下班了，这边放大招啦，好。就是死神跳上去看，但是他家里要出大事了，这场很快很好，出大事了，飞弹车要出来，一个飞弹车能不能打四只死神？可以打起来哦。这边一个操作一下，飞弹车卡住了，飞弹车不动了，哦，飞弹车又动起来，可以，这飞弹车要守这三只死神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他正面，家里守住吗？家里的飞弹车也出来了，好，可以，这正面也守住了，所以双方的损失是各损失六只农民啊，那这样的话。孤明火这边亏了，因为 Q 在打这一波的时候，他是有开二矿的、啊。那 Q 在打这一波的时候，不只是没科技，也没二矿啊。这整体啊上来说，那个孤明火这边是不太好打，少了矿，科技也没有优势哦。好，这边又来了两只死神，五只死神，五只死神打两只飞弹车，这可能应该是不太行哦。Pack 垃圾炸鸡，真的有啊？哦，所以真的有，应该不是巴拉消息的。回马射，看来这个 Q 的状态也变差了，知道吗？刚刚这只没血，怎么会往前射啊？哦，他是控女妖，大家都累了。你知道韩国那边是一点的吗？哎、欸，看到了，女妖看到了，这太尴尬了。他刚刚扫描没能量，太尴尬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打、啊。他控女妖没空打，这可以打啊！这刚打过去坦克就爆了、哦。
为啥会比我们快？因为是时序问题啊。真要讲的话，我们应该跟韩国要是同时去才对啦。郭明侯这个是怎样？累了是不是？他刚居然脑充的觉得自己可以用这些吉祥品把那台坦克收掉。刚那个不应该的，我觉得他太那个了，太拼了。那小野道打不掉哦，残血的诱惑。但这个很明显没有想要打后期，哎，有，这次可以了，这次可以了，哇呀，会吸，所以以地理来说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跟韩国、日本同个时区，应该是比较合理一点。我跟你讲，当他们都想要一波对方却 A 不下来后，他们就会开始开三矿，你知道吗？8+9时区，真的哎。好，现在双方都开三矿了。发现两矿一波打不下对方，只好开三矿了。好，这个解放者，哇，被强点掉了。哎，他点歪了，他点到围巾。Oh my god， 这好亏。都没有，这亏死了。哎呦，坦克没有掉。刚郭明侯为了点掉那个解放者，死了很多的陆战队。
中国只有中国统一时区，欸，那个呢？苏联呢？不是苏联，俄国他们，俄国有统一时区吗？俄国不是更长？哦，对啊，直接架黄金矿那里了。阵选战，哇，这个 Q 发币呢？哎呦，暗度陈仓，他空投了。这孤明侯没有跟你演了，先打针过去把你三矿打了。那这样自己家里要赶快架坦克哦。可是苏联已经解体了，不是吗？他不在1998年就解体了吗？狼二追三，我天，这个剧本，我早该想到了，今天晚上就不应该支持 Q 了，你知道吗？根本有最后3-2击败 Q 了，获得124周的冠军哦。来，我们再次宣传一下他们的网页，这个是奥利某网站的网页。如果说你们喜欢他们的比赛，对不对？要支持他们继续办下去的话，可以从这边捐款给他们。那你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回馈，像是你们可以得到，这次比赛的 RP， 然后可以提供建议给他们改善。比如说你们觉得，你们邀请的选手是不是不太行啊？怎么那么多人类？对，你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回馈他们。那好像要赞助才行吧？我也不确定。哦，大家可以看看一下上面有一些英文的解释这样子。